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你快来重温我在场上帅气的模样吧。我接受挑战。这是什么？全明星运动会。运动会。如果说一二三季的话，锚定应该会回去吧。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你快来重温我在场上帅气的模样吧。我接受挑战。跟你讲啦，大家以为我跟焦永杰 CP， 我真的 CP 在这里啦。今天有点不太开心，因为他跟小美哥穿情侣。要收钱，不知道拍什么 MV， 就跟以前一样，在云那个跑步的那个一直裸身跑步啊。哦，张嘉宇，张嘉宇，是不是？太丑了。对，结果我这个年纪知道。不过我演《飞》的 MV 的男主角，男女主角就是前妻，我上了前妻，也是演前女友。结果他今天跟小美哥穿情侣装。没有到最后一天，没有到最后一天，你们根本就不会不知道到底 CP 是谁。流水玲珑。上次已经亲过了。重返上次的现场。林浩喜，刚刚真心相爱啦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两个人即马给我看。有点不太开心，因为他跟小美哥穿情侣。